喂，老大，我们已经到位了。再观察一会儿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明白。太辽阔了，哎，我觉得他跟个老鹰似的，翱翔在无边的天际。还是高原的江丹味儿。我怎么觉得这里面还有点摇滚气质？应该是 Bob Dylan。你可以好好感受一下，心田游非常纯粹，它是长期行走在寂寞处，前锋奔放、粗犷、悠扬高亢，直透心扉，就跟那里人一样，质朴，不加修饰。但我怎么觉得他还挺有幽默感的呢？其实就是苦中作乐，逆境中的坚韧和乐观。我说 ABC， 你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本土文化了？哎，后来，躺后来，来，喝汤喝汤。来，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左左同志跟乔二同志。故事呗，这也算是我采访。好，停个叫啊！这个轰丝裂戟，壮烈的一场战役，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啊！据这个热瓦村村民讲啊，这场战役结束以后，连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雪。我怎么感觉比我还能忽悠？你给我闭嘴，赶紧听故事。听说这个匪徒团伙，个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啊！大多都是国外特种兵退役的，就是军人中的精英。还精英？你有没有立场啊你？但是，强中自有强中手。匪徒被我军打的是七零八落，溃不成军，剩下二十几个匪徒沿着边境玩命逃窜。哎，我们老大魔军冲在最前面，趁胜追击。眼看就要追上来，哎，坐在那儿，热瓦村的山谷前面被敌军反包抄了。头，上面什么情况？怎么多了几个人？是不是他们察觉了，增加了兵力啊？哦，老大，看情况。他们好像派了增援了。大，先发制人，抢先后趁乱出货。明白。一旦交手，要全力进攻。明白。我们一定拖住他们，从侧面进攻，避开他们的观察。走，跟我走。走。就在这个前军一发的时刻呀。呢？哎，说话呀！不是大哥，你说话呀！别卖关门。哎呀，血影带了几个特种兵，从天而降。狭路相逢，短兵相接，打的是昏天黑地，战况那叫一个惨烈呀！怎么惨了？死伤无数啊！那我们呢？我们的人呢？三个重伤，两个轻伤。那老袁呢？肩胛中弹，护送重伤员撤离了。要么说呢，老袁太不够意思。嗯，怎么能扔下他队长一个人跑了呢？啊？那后来呢？雪山之鹰呢？雪山之鹰吸收了，吸收了。他身中十二枪，最后还用弯刀切了独臂的胳膊。
杨炮魔，你这故事太沉重了，有没有轻松一点的？那我们还是有请杨炮魔同志一展歌喉。好，来，好，哎，来吧，好好好。既然大家都这么强烈要求，那我就来一首完整的《三丹丹花开红艳艳》。好，我给你伴舞。哎，好好。三丹丹的那个开花哟，哦，个呀呀个呀，咱们都要红军走上北，千家万户开来嗨哟。他们怎么会连个戒备都没有呢？时机正好。好听。派兵支援，参谋长，不，马上组织兵力支援411。是。李定，啥子情况？411遇袭了，荣宁呢？那怎么办？他们只有三个人。没事的，我对荣宁有信心。雄鹰一号迅速飞在车站一排，前往411前去支援。雄鹰二号起飞后，沿途搜索有无逃窜飞空。右手直接摁住。拿着枪。西蒙，怎么就打我呀？赶紧躲起来。发现新目标，向兵开方向移动。你要全力狙杀。是。一枪一个。Yeah.
魏大军果然不是盖的，就差了一点。驾！怎么没枪声了？结束了？不不不，不行，不能起来，肯定有鬼。别动！哎，别开枪，把枪放下。我，乔二，快上来！齐伟来了。准备着陆营救。
你觉得是独臂吗？老莫，你说他能躲在哪儿呢？应该想，他不会躲在哪儿。他这么着急想把这个运出去，肯定是境外的买家催得紧。过不了多长时间，他肯定还会有动作。他很快会出现的。我等了他二十年，就再等几天吧。纱布。荣宁没受伤吧？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？因为他是宁小溪的儿子。他是宁小溪的儿子，为什么把他给我？希望你把他磨出来。磨出来再还给你。老莫，拜托了，只有你能把他带上真正的特种兵。林姐，怎么样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不过，喉咙贯穿，喉骨和声带严重受损，有可能以后都不能说话。杨泡馍，我今天要骂人了。特种大队是干什么吃的？让他打到我的眼皮子底下，打到我的哨所来了，还伤了我的一个兵。我今天要处分你，尤其是你，许工大队大队长。给你。是什么事？三次。第一次火车站让他跑了，第二次红色闪电，第三次让他狠狠地咬了你一口。说想说什么。报告首长， C11 战斗击毙敌人13名，伤逃1名，缴获藏羚羊皮120张，雪鹰大队狙击手独狼射杀敌人6名，伤1名。一点底气都没有。独臂呢？
我要小龙了吗？我要的是独臂。是。货呢？丢了。人呢？全死了。你怎么才回来？我怕被盯上，只有晚上才敢露。我不知道他们有狙击手，要不然我们会知道了。对不起，老大，是我失败。狙击手。看来是他们领先了一步。兄弟，对不起，是我的计划过于冒失了，导致了失败。乔德林，马上通知真田，告诉买家推迟交货。对方要是不同意呢？叫他们直接来找我吧。那下一步怎么办？没办法了。为了防止他们顺藤摸瓜，必须要重新寻找货源了。好，你去休息一下吧。是。我们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，你就重新准备一下武器吧。嗯。阿杰回来没有？应该快了。圆圆，对，爸啊，你那么晚怎么还不睡啊？哎呀，你妈给你炖的鸡汤，喝一口。嗯，还挺香的。尝尝。哎，对了，圆圆。嗯。原野，今天打电话过来了吗？打了，下午打的。他说什么了吗？爸，哎，您是不是又骂人了？我是给他加加码。您对他也太严格了。他是我袁十八的儿子。不过，通过这一仗，我觉得看到了点希望。希望？嗯。这些新兵啊，能扛事儿了。这次我再见到荣宁。感觉他也变得很成熟了，有点那个当兵的味儿了。原野这小子还是有点眼光的。那当然了。队长，为什么要撤？不撤在这丢人吗？别撤离！哎，放在这儿。哎呀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找高海拔。哎呀，赶紧收拾东西走了。是，快点，快点。是。眼镜，老爸，看见海拔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也在找他。都要撤退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就是啊，会不会出啥的事情啊？急死我了！清点物资，立即出发。是。消失了这么多天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对呀，哎，车。总算回来了，真的是他啊！哎，
睡了两天两夜了。来，我留下话说，咱俩先下来。一直很努力，非常努力。也许你的声音会被夺走。薇薇安，你现在应该安全了吧？有一件事我必须说清楚了，我乔二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小白羊，你得理解我。那毕竟是真枪实弹啊，而且实在太突然了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我还没热好身呢，那子弹嗖嗖嗖就冲我过来了。我是真懵了，好几次我想冲上去救你，保护你。哎，这子弹还真邪了门了，他就冲着我打。薇薇安，你不知道，你跟荣宁走了以后，我一个人爬沟里边，我后悔，我后悔死了。这帮盗匪害得我丢人都丢姥姥家去了，我定与他们势不两立。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指着那帮盗匪的鼻子说三个字儿：我不怕。杨保姆，我带了个礼物给你。可以把你想说的写在上面发微博，跟我们分享。我示范给你看啊，你看，荣宁给你下的碟中谍四套全在里面呢。这是我给你下的信天游，有200多首，
试一下。杨泡馍，军区为了表彰你英勇无畏的精神，授予了你二等功奖章。文元，你听我说行不行？你听我解释，你别走了，我求你了。我还有什么好跟你说的？我不认识你，你离我远一点。我不是奴。那你是什么？英雄、好汉、壮士？我告诉你，你是什么？牛皮王、大话精，一只贪生怕死的小白羊。不是你说的这样，那天我跟你说，我一点防。想想我你想想杨泡馍，你想想杨泡馍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你不觉得羞耻吗？乔儿，什么也别说了。你还踏踏实实回去喂你的猪吧，你觉得自己还算个男人吗？看不起你。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？开起来！爹，我不信我就治不了你了，你快起来！快起来！起来！给我起来！病了？不烫啊？你是不是被申夭夭一仗给吓破了胆？你小子哭了。
头骨和声带严重受损。面对死亡，他们会勇敢地冲上去，这是军人的本能。老包，包子没有？你玩的真是可以，睡了两天，胃口越来越大了。才21个，6个，区域就6个蛋壳？不可能，你自己数。6，掉了一个吧？哦，对，是6个，因为跑了一个。但是我把他的耳朵打掉了。这么牛，你黑猫警长啊？哎，盖拔这仗打得巨漂亮，对吧，老王？嗯，是啊，我都羡慕死你了。荣宁厉害，啊？怎么个厉害法？哎，说说。这咋说呢？哎，你说噻。哎，就是厉害。切。哼，你再看乔二。丢死人了，咋了？又闯祸了？听说呀，在搜索战场的时候，发现乔二自己躲在战壕里面，真是把3班人的脸都丢尽了。啊，不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说，当时的火力真的很猛，情况真的很危险。高海拔，你不要替乔二狡辩，就算火力再猛，那佐佐都上了，你说乔二他还算特种兵吗？还算什么男人吗？老婆，那乔二现在在红二连喂猪呢，别说了。要不是我当时听他们唱歌听走神了，敌人就不可能接近哨所。C11的那个老兵也不会负伤了。停！干嘛老包一惊一乍的？这事可千万不能再提了。高海拔，你这是玩忽职守，贻误战机，被队长知道，是要被处分的。那我咋整啊？反正我啥子都不知道。啊，我也没听到什么。哎，你不要想了嘛，吃包子。哎，走到我那儿去，我给你们看一样好东西。啊。